啊，这里加油，这里加油。啊，你有钱加吧？没有。啊，你，我给点，我给点，我给。哎、啊，你们不能加吗？要主加。啊，你记得熄火，你记得熄火啊。啊哈，啊哈。陈武，你这反应不错。嗯，我现在不想听任何。这反应不错。加油站怎么爆炸啦？我怎么这么惨啊？你们都不提醒我，就教你熄火嘛。要不要先把我背去旁边啊？不然等一下加油站又爆炸怎么办啊？拜拜啊！赶快先把我抱到旁边啊 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，你们全部待在车上，不用下车，我加就行了。靠北，我都熄火了，还怕什么？开心！哎、欸，你来一下，你来。怎么？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不是你走开，王小鬼，不是你，我没有啊，没有没有。什么事情？讲一下事情。啊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。从哪里来的、啊？你偷踢的、啊？他从哪里来？他从哪里来的、啊？不是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干嘛、啊？我带他处理一下。你死定了，你死定了。他从屋顶上下来的吗？从哪里来的？我没有看到啊。脚滑了，脚滑了，脚滑了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东西耶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？啊啊！来，你要干嘛？你要来那个，等下等下，你把那个光头放下来，那个光头。不是，来，误会一场。光头，你把这个热狗给吃下去，我就原谅你。啊，吃掉了，吃掉了，吃掉了，吃掉。好吃，好吃，吃掉。嗯，好吃饱好上路。我就没看到你在吃，你跟我说你吃掉了。吃不掉，吃不掉啊！吃，热狗好吃，好吃。嗯，好吃啊！这不是热狗，不是热狗，这是年糕。吃了年糕才会想跳舞，不然怎么办？他听我们讲话，处理他。我没有偷听你们讲话，他一把扛起来，我们去。我真的没有偷听你们讲话。走走走，快点快点，真的没有啊！智障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水不能喝啊？哎、欸，医生，有没有一瓶水可以借我喝一下、啊？拜托啊！哇，汽水，嗯，汽水，你的汽水是坏掉的。我刚刚捡到的。你怎么这个怎么这样啊？有没有瓶水？有没有瓶水可以那个啊？可不咖啡呢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可是我要去买呢。我流血了。你，对啊，我有很紧急，我口很干，我口很干。哦，咖啡太棒了。哦，咕噜。那口很渴，里面有商店啊，那个里面。你等我一下，我还你一个咖啡，好不好？我还你，我还你，那我七瓶水跟你换一杯咖啡。哎，七瓶水才多少钱、啊？可以，七瓶水可以。他说可以啊，他说可以啊。以哦 ，OK 啊，那你们自己用。不是，你有水不喝，跟我要咖啡。不是，你打开一下那个盖子，你打得开吗？可以啊，你打开啊，哎、欸，好喝啊。怎么可能？你给我一瓶看看。你是不是一次喝五六瓶啊？嗯，咚咚咚咚咚，哦，打开了。他嘴，他帮你打开，这里是需要劳动费用啊，一瓶水大概是20块。那你给我两瓶，我帮你开嘛，你开嘛。你交火星不交你，劳动力很贵的、啊。劳动力很贵的、啊。劳动力很贵，那现在缺工啊，现在缺工时代。啊，有没有多少钱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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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讲。算你20块就好，再送你5把铲子，好不好？来，红包，我包成红包放在地上，你捡，来，来，你捡一下，你，哇，把地上的红包你也敢捡啊？有吗？有吗？有，有钱就好了。啊，我去买一杯水啊，谢谢你们啊。啊，谢谢你的大力相助啊！就像有些人是跟有些人是搭的。你是岩墙吗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你是谁啊？哦，我是草泥马啦。哦哟，我怎么每次遇到你都这么倒霉？啊、我跟这个老板买了20杯咖啡呀、啊。上好美盘。最少两个、欸、三个吧？哎、欸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妹子喜不喜欢？不喜欢吧？来，我仔细看看。啊，你看一下他，他我还好呢。什么意思？
你我也还好啊，我也还好啊。我说的是我想我们是要用心交流的吗？我是刚认识，没有交流。有啊，我正在看着你的心呢、啊。啊，你看我的心吗？你不是看我胸口？大妈大妈。不是心心。哦，心心。我的心大概有D这么大啦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可以仔细看看啊。不用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哦、可以了，嗯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再看就不，太多不多了不好，多了不好。啊、讲到哪？你电话多少？55347694。哎、欸，那个黄毛的记一下啊，你要传讯给我的。呜、哦，我要传讯给你，为什么我要传？为什么我要传讯给你？我们想说要深度交流一下。那我抓你一下，抓你一下。你要抓哪？你要抓抓电话，哦、抓抓哦哦。没有没有，这个女人不能碰，这个女人很搞的，这个女人不能碰。哎、欸，罗娜、啊，你不是你在凶什么、啊？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。是他一直在那边怎样怎样的、欸？不是，是你是谁啊？转过来，我帮你拍一张。啊？好，我们过来讲，人家在拍照。哎、欸，可以，你怎么摆都行，你怎么随你怎么摆。等我一下。啊、你摆一个姿势。啊，你摆。在那边按谁啊？那也可以录影。你怎样 啊？不用，我要拍照而已，啊、拍照而已。我做那个电话簿的那个头像，你拍，好了吗？摆好了吗？好，摆好。你不要动，可不可以？有没有不要动的姿势？不要动，你好，那个。哎，荧幕嘛。可以了 ，OK， 就这样。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没问题。不是，你还用照片来记得我是谁吗？你仔细看看我，你要记住我才对吧？有啦，我帮你。记得我吗？把你。女人很多是不是啊？两个女生的。延长你那个 WhatsApp， 另外一个谁啊 ？WhatsApp 还可以用贴图、哦。我也不想知道，删掉他。你有病是不是？我又不是你男朋友。哦。对啊，那干嘛？哦、什么我要删掉他？奇怪，这句话我好像曾经听过，可是又很熟悉，但是不是现在用的吧？哦，不是现在哦。我这个人比较控制欲比较强啊，对不对？嗯，我有点误会了。对，你误会了。OK。你要睡吗？哎。对啊，这是计程车吗？哎、欸，这是计程车吗？小姐，旁边那个了。什么？计程车是旁边那个？那你这是什么？我只是在办公而已。靠北啊！这怎么坐这里办公？哎、欸、哎，用笔电嘛。哎、欸，小姐，计程车。OK。计程车。啊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要搭吗？你要搭吗？那个计程车是那个跳表，你去哪里？计算的。我要回家啊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我去找我哥。好，那我明天起床打给你。Okay, 拜拜。拜拜。明天一起上车。哎呀，哎，等一下。是公寓吗？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公寓啊？哎，刚听到你说回家嘛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偷听人家说话、啊？你，因为我那先生，你那个讲话有点大声啊。嗯、哦，真的哦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不是故意听到的，先生，不好意思啊。那我不好意思，那我要到那个，对，你说的那个公寓，走。那我可以冒昧的问一下你吗？不好意思，可能有点不礼貌。哎、欸，我这能问吗？能啊，你问啊。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男生。啊、哦，男司机是不是？男司机，男司机。行，不是我问一下，我就问一下而已啊。因為没事，很多人都会问我，先问我是啊，对，问一下而已，就是意思问一下而已哈，没有怎么样。不过你这个表是不是为什么跳这么快呢？哎，它是每分钟的计算、啊，停下来怎么也会跳呢？停下来那个会跳啊。那你可以闯红灯没关系，我无所谓的。红灯没关系吗？啊，如果我等等被罚的话啊，哎、欸那个，被罚了不跟我没关系吧？对不对？好了。这个是不违规，是计程车自己要那个承担的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收你100就好了。100块是不是？100块。哎，100块，你哎、欸，我那个我 U 给你啊，我 U 给你啊。OK， 有没有？U 给你了 ，U 给你了。有，谢谢、哎。等一下，我想到一件事情了。嗯，你看下这个。哎呦，你看到了吗？你有知道？嘿，怎么样？你要先跟我说啊！哎呀，那个我还你50，我还你50。哎，对，第一次不懂嘛，对不对？你还50啊？你这张要还我，这张要还我。没有，这个我们用了要回收，那个板娘说的。哦，要回收的。对呀，要回收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，那你们。那我退你50。退50 ，OK。
哎，有了有了有了啊！ Okay, okay, 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要不要，没。谢啦，辛苦你啊，司机。那我回家啦。OK，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梦啊、哦。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去复制那张优惠券啊？